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庄启明，欢迎各位收看仁爱和平讲堂第23集国学大师论坛，讨论为什么要提倡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值得现代人学习。首先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参加国学大师论坛的与会贵宾，那我右手边是我们尊敬的建功老和尚，再来是文史学大师也是孔孟协会的副理事长蔡庆发教授，再来也是孔孟协会的副理事长也是文史学大师董金义教授，这位我们要介绍的是担任过国家教育研究院院长的吴青山教授，接着要介绍的是担任过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陈一新教授。提到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就让人家想到东方跟西方啊。西方我们的感觉就是科学，东方的感觉就是哲学。那科学呢，带给人类知识；哲学呢，带给人类智慧。那科学发达了以后，会造成很多生活上新的极大的变动。比如说，以前一家人聚在一起呢，和乐享，其乐融融，互相交谈。现在一家人坐在一起呢，各自滑手机，人在咫尺，心在天涯。所以造成这么多，科学带来很多社会的问题，需要新的哲学的智慧。所以英国的哲学家汤恩比就讲过，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唯有靠中华孔孟学说及大乘佛法。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对推动传统孔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非常了解，而且不止在台湾推动，在全球推动，不止了解孔孟文化，而且又对都了解深入了解佛法的建功老和尚来为我们开示，为什么要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很重要啊，在国内，在国外，有许多知名之士对这桩事情都非常重视啊。你要问为什么？孔老夫子解答这个问题，在《论语》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大家有没有听懂？我们希不希望一天到晚不亦说乎，快快乐乐度过我们的人生？啊，我想大家都需要。那么这种快乐如果落实在家庭，你的家庭美满，要不要？啊，家庭幸福，啊，那个落实在你的事业，你的事业顺利；落实在社会，社会安定；落实在国家，国家富强；落实在全世界，天下太平。要不要？要。记住，孔子说了，学就是学传统文化，学的怎么样？要习，要落实。你如果不落实，光有学没有习呀，那个没有用处啊。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啊，这个做学问重点是五个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是属于学。后头笃行是属于习啊，有学有习，这就是圣贤的之道。如果学了没有落实，那等于没有学啊。现在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这个好不好啊，你要是好啊，好，那我们就得接受，就认真学习啊。大乘佛法，佛陀也解答了这个问题啊，孔老夫子解答在第一句重要啊，佛的时候最后一句，你看每一部佛经翻开最后，皆大欢喜作礼而去。学干什么？欢喜啊，皆大欢喜啊！我们就是为快乐、为欢喜来学传统文化，啊！你要不学传统文化，你这一生得不到欢喜，也得不到快乐，啊！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这是我非学不可。啊，我知道了不学，那就是当面放弃了，错过了，啊，不容易。咱遇到一个好老师，他会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讲明白。
我们听懂了之后，下定决心，我要走这个路。这什么路？一生快乐之路。啊，早年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不亦乐乎，皆大欢喜，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为这个要来学传统文化，为这个要来学大乘佛法。啊，我学了65年了，啊，给大家做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这一生快乐，这个快乐都是老师知道的。啊，我来给大家做证明，我学了65年了，我讲这个东西，宣扬这个东西，也有58年了，啊，没间断。我的答复就说到此地，谢谢大家。谢谢老和尚开示。老和尚说学65年，这个孔孟跟大乘佛法，我今年刚好60岁，还差5年。那也为了要多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呢，所以我这个今年过年呢、把那个《易经》64卦背起来。我准备下个月把64卦的卦词也背起来，更多了解一点。那中华文化让我们最感动的，它除了内在的深邃之外，其实它会带来整个中华民族啊未来很光辉的发展。欧洲啊，曾经有1000年的黑暗大陆。经过这1000年黑暗大陆，也后来欧洲呢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把欧洲传统的哲学人文带回来，然后再加上新的土地上滋养的知识跟智慧，就带来欧洲文艺复兴，后来带来启蒙运动，后来带来整个欧洲的繁荣。那中华文化从上古三大奇经《黄帝内经》《易经》《山海经》，到诸子百家，到宋元理学，整个下来浩瀚深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去了解中华文化，来进行一次更大规模更深远的中华文艺复兴，我相信对整个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是非常巨大跟深远的。那我们讲到深远，就想到中华文化里面最重要的是孝道跟师道。这个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知名的学生叫做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他说过，父亲赐给他生命，但是赐给他生命智慧的是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那孝道就是赐给生命的父母亲，然后师道呢就赐给智慧的老师。那我们希望下个主题我们请这个郑兄教授来谈一谈孝道跟师道。孝道是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核心。我们在看这个《论语》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宰我曾经对孔子说，守孝3年了，是不是时间太久了一点？孔子就回答他，在这个守孝的期间，你吃得好，穿得漂亮，你安心吗？结果由宰我就给他个回答，说我安心，我心安。孔子就说了，你如果感到心安，你就去做吧。宰我出去了之后，孔子就说了，宰我真不是一个人，孩子生下来有3年的时间都在父母的怀抱里成长，照顾得无微不至，然后才能够脱离父母逐渐成长。守孝这时间3年会长吗？做了这么一个对话。那么宰我为什么会有这么个观念？因为他只是在长大之后就认为不需要父母照顾了，他忘记了前面的一段时间。所以父母对我们的细心的呵护，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长大呢？其次我们来说，
父母生育我们是非常辛劳的，所以《诗经》里面有说：“爱爱父母，生我娶老。”那个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是无微不至，尽心尽力。所以呢，当父母长大，到父母年老了，我们自然就应该尽心奉养，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伦理。接着我来谈一下，中国有五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里在这里面好像没有看到孝道这两个字，但是这个情况就好比古生没有在工商绝职于五种的乐生里面，也就好比五色有红黄蓝白黑，而水不在这里面，是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孝道是使这种五伦称后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所以子女对于父母的奉养应该是尽心尽力，要生事之以礼，死要葬之以礼。所以我们中国人非常强调慎重追远，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教育，让子女在这个时候能追念父母的恩德，同时也能够怀念自己的祖先，使整个社会的道德能够趋向于醇厚。接着我要谈一下，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孝道的奉献，孝道它基本上是一个发自于天性的。我们从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有个郑庄公，他对父母对他的母亲有一点不满，于是就说终身不相见。后来有个尹考叔，他去见了郑庄公，郑庄公啊就跟他说，别人都有母父母，只有我没有，非常遗憾。于是尹考叔就将国君赐给他的肉他留下来，回去以后这个郑庄公就跟他说，你这个留下来干什么？他说，我要回去给我的妈妈吃。这个就是什么呢？用这个孝的力量来感化郑庄公。那么在这个情况呢，就是我跟诸位可以了解孝道它的感染性是相当的大。接着呢，我们要来看孝道的推广必须要靠教育，必须要靠教育。这个教育呢，就是得如何来使这个优美的道德能够传播下去。这个就是张学成所讲的，周公虽然是非常的了不起，治理卓越，可是孔子提倡教育是尤其的可贵。谢谢。谢谢蔡教授。我们常讲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名扬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我们也常常听到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孝道跟师道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在我们文化里面。那再来我们就请吴兴山教授帮我们谈谈传道授业解惑的现代意义。刚刚蔡教授特别谈到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孝道要发扬光大最终是要靠师道。所以韩立德师说特别谈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那传什么道呢？就是要传人生的道理。那授要授什么业呢？就是要讲授专业的知识。那解惑就是要解答疑难的问题。那作为现代老师来看，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言教跟身教的责任，也就是一般人经常谈到的所谓的经师
跟人师，那基本上经师是比较强调于知识的传授，那人师呢比较强调于人格的一个启发，甚至刚才所谈到的孝道的发扬。那记得在9年前我担任台北市教育局长的时候，我特别提到作为一位现代老师呢，心中要有 MP3。 那第一个 M 就是 morality， 就是道德、哦、那第二个 P 呢， P 就是要有 profession， 要有专业。那第二个 P 是 passion， 就是要热情。第三个 P 呢，就是要 patience， 就是要有耐心。那我一直觉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可以跟我们传道说为解惑呢，其实可以扩展在一起。作为一位老师，最重要就是要有道德的良知。那有了道德良知呢，作为他行为的准则，将来呢在教导学生，就可以让学生的一个楷模。但是作为一个老师呢，有良好的道德还不够，最重要就是要有专业的知识跟专业的能力，才能够教好学生。那有了专业的知识、专业能力呢，最重要就是老师要有热情，要有那个 passion， 才能够激发学生向上学习的动力。那当然大家都很清楚，现在的学生是不怎么好教，所以说做一个老师呢，要有耐心，就是有时候呢要发挥你的爱心跟耐心呢，来启迪学生的一个智慧。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基本上呢，是开启学生的潜能，那展现学生智慧的一把金钥匙，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那从这个师道的观点讲呢，到底呢我们怎么如何把五常把它落实到学校的生命教育。那五常大家都很清楚，所以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仁爱、忠义、睿智以及礼和，还有诚信。那这可以说是我们文化最根本的核心。那如何把它发扬光大呢？就是要靠我们的老师。那生命教育如何落实呢？基本上我们谈生命教育，就是不仅是要爱惜自己，而且要尊重别人。所以生命教育的一个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呢活得很好，也让别人呢活得很幸福。所以我们能够把生命教育把它发扬光大的话，我想对我们的教育是有很好的一个价值。那学校推动生命教育，就是要把这五常能够透过实力以及生活教育，还有各种的一些资料的提供，让学生呢了解到生命教育的认知以及生命教育实践的一个重要性，才能扩大它的一个效果。所以五常的实践呢，就是可以让学生善待自己，转化成为服务他人，尊重跟爱惜每一个生命。这种传统文化的实践，在当代的社会当中呢，可以说是弥足珍贵。谢谢吴教授。 我在淡江大学担任电脑系系主任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学生，有人跟我说你小心他是问题学生。我说为什么是问题学生？他说他国中读四年了，高中读四年了，快要被二分之一就会退学了。我说哎，那你为什么先把他 界定成问题学生？你有没有想过说他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在国中的时候老师没有把他教好？这问题出在老师身上，可能不在学生身上。那有人就问我说为什么，我说你忘记我们常在讲说人之初啊，性本善，性相近啊，习相远，很多是因为教育造成的。后来我花很多功夫跟他沟通，也鼓励他，他本来恶意快要被退学了，后来延毕，后来鼓励他读了硕士，后来拿到博士学位，后来成为我们这个国家最年轻的 公立大学的电算中心主任。所以 我觉得当老师，师大为什么重要，就是当老师就应该做这种启发。所以我们现在就请那个董金玉教授帮我们谈谈人之初性本善、哦、这个我们长这么久远以来给
人类智慧的启示。谢谢。我们中国古代的儿童启蒙之书啊，《三字经》一开始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意思是说，每个人生下来，他都具有善的本性，只不过因为后来的习染不同，以致造成道德修养有高下的分别。所以人之初，性本善，这观念来自于孟子的性善说。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意思是说，人跟禽兽差异的地方并不多，这是因为人有生理的需求，要吃饱，要穿暖。禽兽也有生理的需求，它要填饱肚子，要保暖身体。但是人除了生理的需求之外，另外还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种心。这四种心就是仁、义、礼、智的善端。这是每一个人天生所共同具备有的。孟子的性善说，并不是认为人一生下来100%的就是善，他只是告诉我们，我们有善端。所谓善端，就是善的可能性。那么如果要让这种善的可能性去发展成为善，就有赖于后天的教育培养。这就好像一颗种子，它虽然有发芽、抽枝、长叶的可能，但是也需要阳光的照射、水分跟肥料的充分供应，最后才能够顺利的长成花草树木。就性善说来讲，一方面它肯定人人都有善的可能，这是对于人性的极大的尊重。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就可以自重自爱。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光是具备有善的可能，如果在后天不能够加以培养，那么也没有办法成为善。由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教育的必要。就教育工作者来讲，既然每一个人都有善的可能，那么要怎么样的成为善，这就有赖于教育工作者的努力。那么人人都具备有善的可能，那么也就没有不可教的人。所以我们对于所有的子弟都要尽力的去教育栽培。那么就所有的子弟来讲，我们虽然具备有善的可能，但怎么样把这种先天的善进一步的去扩充发展，那么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国家的人，这就有赖于教育的栽培指导了。所以可以看出教育的重要性。那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用力的专注的投注在教育事业的发展，它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孟子所谓人之初，性本善的这种理念呢，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很大的启发跟注意的作用。我就简单的把一点心得呢跟各位做报告，谢谢各位。谢谢董教授。如果你坚信性本善的话，任何学生出了问题或者是行为有偏差，就是
我们没有把它处理好，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而不是把问题归咎说他是偏差的学生或是问题的学生，这个影响会很大。所以也因此这样，在这种文化的认知之下，就天下就没有不可教的人。我遇过一个女士啊，跟我讲说你们老师很重要。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在国中的时候啊，因为那时候头发比较严格，稍微长了一点，她的导师啊就打她一巴掌。她导师是教数学的，她从此就讨厌数学，后来她数学就很差。她后来她有小孩子以后，她就经常去跟老师沟通，说如果你对我的小孩子有任何意见的话，请你是不是跟我沟通？他有什么地方不对，我来教他。我不要因为老师的身份地位，结果做了一些动作了，让他的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产生了偏差。那这个女士，我就觉得她虽然那时候受到老师的影响不舒服，也造成数学不好，可她有维持赤子之心，就是她性是本善的。所以在教育的过程，在人生的过程，如何透过传统文化能够让每个人都维持赤子之心，你性本善是一件事情，那能够维持赤子之心，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这方面，刚刚我们陈次长是大师，请陈奕兴教授来帮我们谈一谈。谢谢主持人。孟子说啊，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什么是大人？我们认为传统文化里面对大人解释的最好的是充实而有光辉，滋味大。那么有才有德，言行举止充实而有光辉呢，这样的一个有才德的人呢，他不永葆他，甚至不失去他的赤子之心。那么所谓赤子之心呢，是自然的、纯真的、朴实的这样的一颗心。这样的一颗心呢，我们在传统文化里面，事实上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启发。那么我认为可以归纳成两大方面来加以跟各位做说明。第一个是我们儒家的两大心法，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特别提到了正心，正其心他的初衷呢，就是不失赤子之心，要找回那一颗纯善的、自然的、朴质的那颗心。另外一大心法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然后定、静、安、虑、德。我想在这个地方，这一大心法又提示了明明德。所谓明德，它的最根源的基础就在保持那一颗赤子之心，这是第一大方面。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传统文化提供了我们六项修持的一个面向。第一，每日三省自身；第二，终身奉行可以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第三，儒家的根源根本在《弟子规》，所以能够推广奉行《弟子规》呢，在学校、在家庭、在企业，我觉得在社会，我想这可以让赤子之心呢，能够在社会、在各个角落呢，能够被发扬。第四个呢，我觉得是求放心，也就是那颗被尘世、被各方面熏染的那颗心，要把它求回来。第二，要养本心，也就是狗得其养啦，无物不长。所以赤子之心呢，也要靠养靠养，随时的来修持、来修养。第四个，要保四端。刚才我们董教授提到的四端，也就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慈让之心。这四端呢，其实是赤子心最初的一个展现，也是一个可以一生奉行的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五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在提到的有关致良知的问题。我们能够致力于良知良能的一个展现、一个发现。第六个就是
传统文化提供了内圣外王的一生行事的一个什么一个轨道，能够在向内修持自己的心性，向外展现永保这个社会国家人类永续发展的这样的一条大道。所以内圣外王呢，这样的一个人生志业的一个追寻跟实践呢，也可以要从那个赤子之心的保持来开始。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弟子规》的问题，它是儒家的根源，所以《弟子规》它是在清朝康熙期间呢，由吕毓秀这位秀才呢，他所撰述的，原来叫做《训蒙文》，后来经过一位所谓贾纯仁先生把它改编改名为《弟子规》。那么我在这里有几句话念出来了，各位可以做一个共同的一个来相互的来学习。譬如说《弟子规》提到父母呼应父勿缓，兄道友弟道恭，言与人忿自勉，财物轻怨何生，饮酒醉醉为丑，不从容立端正，房屋清墙壁净，凡世人皆须爱，见人善即思齐，陈必冠兼漱口。我刚才只是其中1080字里面挑出来，但是可以知道这里面不论是居家，不论是出外，不论待人接物，不论是为学求学，它都包含了。所以能够在幼儿教育，能够在中小学教育，能够在社会教育，能够在企业的经营，如果能够例行推动《弟子规》的话呢，我觉得不只是赤子之心可以找回来，可以永远保持，这个整个社会也可以皆大欢喜。以上，谢谢。谢谢陈奕兴教授。陈奕兴教授这种欲罢不能的感觉，就是赤子之心的展现。对，而且我们刚赤子之心我感受很深，就是因为清明节到了嘛，我前几天才去祭拜祖先，我每次在祖先面前就常常问自己说，哎，这一辈子到现在为止有没有维持赤子之心做我们要做的事情。那刚刚那个陈教授有提到这个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也是我们传统文化最重要的 这个珍宝啊。那我来谈一谈亲亲而人民的意思，是指说先亲近最亲的人，才慢慢往外扩张。这让我想到那个范仲淹的故事啊。范仲淹他2岁的时候，他父亲过世，他妈妈就带着他改嫁了，所以改姓朱，名字叫做那个诗说那个说的字，但是念叫念月，叫朱月。他长大以后发现他的身世啊，他就开始立志要脱离朱家，回到范家，然后就去非常努力的读书，也要好的孝顺他的妈妈。努力读书的过程里面呢，哎，有一次皇帝啊就经过他们那个私塾附近了，就很多人要去看皇帝，就人家找他说，哎，一起去看吧。那时候范仲淹怎么讲？他说不急嘛，下次再看也不迟啊。就他当官的时候再看皇上，就过一年以后，他就考上进士了，就把他母亲接回来。接回来以后，他达成了自己最亲近的人，他照顾了。那再来呢，他一直希望说扩展到照顾他的族人，所以后来他有足够的这个财力的时候，就买了1000亩的土地，变成他们整个范氏宗族的土地，然后延请范氏宗族的重要的这些有贤德的人来做管理，所以照顾他们范氏宗族需要照顾的人。后来他到了苏州，买了一块地想要盖房子，结果这个请人来看风水，我们知道古时候都会看风水，看风水的风水师跟他说，你这块地是宝地啊，如果你这个祖坟葬在这里的话，你们后代子孙啊大为发达。就范仲淹听了以后非常高兴，那个风水师以为他真的要开始做成祖坟，就范仲淹把那块地变成学堂。他说与其让我一个自己 家族啊飞黄腾达，为什么不让这个国家的好优秀的人飞黄腾达？所以后来很多优秀的人才在那边产生，所以后来才有那个，因为在苏州嘛，才有苏学天下第一的美誉。这个就是亲亲而人民往外扩张。那爱物呢，他非常简约，他在家里啊，他的太太他的仆人的衣服啊跟一般人一样，
那每一餐饭呢，只有 一样荤食，非常节俭，非常爱惜 物品。然后这个我们看看那个那块土地，它可以用来自己用，可是因为它希望这个土地爱物另外一个功能，把这块土地做更大，更有功能的发挥，所以它从人民到爱物。那这爱物又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最近我们在真真老老提到这个生技产业，就让我想到那个沙特。沙特就是开发那个沙特疫苗，就是研究那个小儿麻痹的。在那个时代呢，很多人没有这个疫苗得到小儿麻痹。那沙特在研究的过程里面要做实验啊，现在不是要解盲吗？他做实验，没有人要给他做实验啊，他拿谁做实验呢？他拿自己的太太，拿自己的儿子做实验。实验结果后来实验成功了，结果很多药厂找他，跟他说：“哎，我帮你申请专利啊，一定会发大财的。”就会各位知道，各位观众，各位知道沙特怎么讲？沙特说：“我不要申请专利，我给大家用就好了。”他说：“为什么这样？”沙特说：“我只能够开发这个疫苗，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历代的科学家、医学家很多的学术理论开发好了。再来，美国的发达有这么好的设备，我才有这个机会攻逢其胜，开发了这个疫苗。这个疫苗应该属于全体世界的。”然后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跟那个说要帮他申请专利的人讲说：“假如第一个发现太阳的人说要把这个申请专利的话，人类怎么办？”所以你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像这样的精神，在东方、在西方都有人在努力在实践。那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如果能够好好在发挥的话，我相信这个从至亲的人到整个的人类，到整个的地球，你都会有全新、非常恢宏的视野。那接着呢，我们就要请这个吴教授来跟我们再继续谈一下。好的，谢谢主持人。好，那刚刚谈到科学家的实验，那大家可能也会听到一个水的结晶这个理论，水呢能够根据外界的信息来辨别美浊跟善恶，来影响到水分子的结晶。那这个理论突然想到呢，在1968年，有两位的心理学家罗森索跟杰克逊曾经出版一本《教室中的比马龙》，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比马龙效应。心理学特别谈到自我应验的预言，简单来讲呢，就是你对一个人的期望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的发展。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老师对学生的期望，他可能会影响他学习的态度。老师呢，把学生呢比喻或者期望他成为一条龙，他将来可能就表现龙的行为。他把他认为说，这个学生未来是一条马，那可能是会有马的活力。所以期望呢，对学生的影响呢是非常的大。那大家呢可能也了解到，有一位大文豪萧伯纳的《茶花女》。在这个剧中曾经有谈到呢，熟女跟卖花女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在于她，我们对待她的方式，而是不是她表现的方式。你把她当作茶花女的对待，她可能就是茶花女；你把她当作熟女的对待，可能就是熟女的味道。这也可以了解到呢，作为一个父母或者作为老师呢，对孩子的期望呢是非常的重要。你传播孩子一个正向的信息，孩子将来就有正向的发展。那当然呢，做一个老师，做一个家长，能够用善念的信息来影响孩子，那孩子就有心存善念的这种内化的行为。所以我们要让孩子能够存好心，做好事，读好书呢，那当然我想这个期望传播的信息呢是非常的重要。希望说呢，能够给孩子多赞美，那少批评，那少责备，就能够发挥正向的能量，产生正向的氛围，社会呢就会更好。刚刚我们陈市长呢跟主持人特别谈到所谓的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
这句是来自于我们孟子所谈到的君子之以物为爱之而服人，以民为人之而服亲。简单来讲呢，亲亲基本上是亲近自己，那关怀家人，人民呢爱物可能就是不只是关心自己家人，而且要关怀他人跟关怀自然。那把这种关怀心呢把它扩展出去，就会有慈悲心，那做任何的工作呢都会想到别人，想到我们所处的环境。我常说的，人在公门好修行，作为一位老师能够用心的把学生教好，就是最好的修行。那当政府官员或从事行政工作，能够去关怀弱势，关怀偏乡，这也是一个最好的修行。记得我在当教育部国教署署长的时候呢，我曾经也到很多的偏乡呢，去关怀。比如说连我们台湾的最高学府，就是阿里山的香林国小，哦，那个海拔非常的高，开车要开很久，但是你只要到那边看的话，看到孩子的纯真，孩子的善良，那你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那假如说我们都去关心呢，孩子就会有一种受到赏识的感觉。那记得在两个礼拜前，因为我已经卸下行政工作了，我就成立一个一一教育发展学进会的一个组织。那这个组织呢，就是从事关怀偏乡、关怀弱势的一个平台。两个礼拜前呢，我曾经到花莲呢，走访了一个四个学校，那看到这些孩子，包括原住民的孩子们呢，他们所展现的活力，我们只要能够给他关心，这个孩子未来呢，就不一样。我记得在回来的第二天呢，有一位花莲县嘉明国小的一个陈小姐，她特别有写一个简信给我秘书，那秘书就把这个简信呢传给我，我也把今天的这个信息呢也跟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记得这个简信大概内容是谈到说呢，这个昨天呢非常谢谢你们，可以帮我转达给这个吴署长吗？他如同阳光般的给人温暖，给人正向的能量，让我这小小的基层工作人员感动万分。我只是尽了一份该做的事情，很平凡，能够获得署长的关怀，是我人生当中最棒、难以忘怀的一段插曲。谢谢，再谢谢。所以我们都去关怀偏乡，关怀弱势，那就是我们孟子所说的人民爱物的一种展现。谢谢。谢谢。这一段我们要讨论这个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去学习，如何去了解，是需要透过文字的。所以我们这个阶段要讨论这个开启传统文化的金钥匙，了解文字的重要。曾经有一位哲学家讲过，说文字啊，划破万古的黑暗，点亮了不同世代能够沟通心灵的灯光。各位想想看，如果不同世代间，人类演化了700万年，可是有文字开始，人类才能够跟上一代 的先人呢做心灵的沟通，要不然口口流传的东西很快就会不见了。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常听到有人说，在教育的过程里面，有人说文言文不重要，或是对这些语言派不是 很支持。 我是觉得蛮奇怪的。为什么？因为历代祖先留下的各种笔法跟文字，像我背那个易经啊，易经不是文言文，易经里面的很多文词啊，跟比文言文还深奥。所以 也因为我知道文字的重要呢，所以我就开始大概十几年前开始背一些文章。我从易经开始背，左传、公羊、谷梁、史记、汉书，还有诗经、唐宋八大家，一直背 到 民国。为什么要背？因为我觉得人有越丰富的文字的涵养，你就越能够深入了解这个时代所留给我们的文化。那文字，汉字尤其是这个文字中的智慧，那文言文它事实上在整个文化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中华文化的载体。那我们恭请老和尚啊，帮我们这方面来做开始。
个传统文化的钥匙很重要。在全世界，只有中国文字是表意的，是用眼睛看的，不是用耳朵听的。啊，看到这个文字，你就懂得的意思。啊，那么在全世界只有这一家，没有第二家。啊，所以欧洲有不少专门研究汉学的专家。啊，他们在中国住了很多年，学成之后，对于汉字的佩服，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那种感情超过我们现在中国人，我们不如他。啊，你像瑞典的高本汉，他就说过，啊，这是个欧洲汉学家，汉字不能改，文言不能废，经书不可以不读。啊，这三句话非常重要啊！啊，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到今天，我们从皇帝开始是4500年，再要推展到伏羲呀，是5000年，啊，5000年的历史。啊，靠什么沉船？这个工具是最伟大的发明，我感觉到全世界。一直到现在，所有一切发明都比不上汉字。啊，汉字帮助我们贯通了古今，啊，古人跟今人当中没有隔阂，啊，能贯通，而且说能贯通十方。啊，中国夏商周三代的统一。其实夏商周三代都还是小部落，啊，周家的国土只有100里，啊，汤只有70里，那现在是小镇了，啊，那是一个国家了，啊，所以政治没有统一，啊，军事没有统一，文化统一了，啊，车同轨，书同文，啊，文化统一，所以欧洲有一些学者，啊，他提醒我们，现在这个地球要统一，如果不统一，这国际战争不能避免，统一成为一国了，这个战争就不会，国家跟国家战争就不会发生，那主要叫核武战争不会发生，啊，谁来统一呢？中国人统一。所以外国人听得着急，啊，中国人过去对中国是造了很多业，那现在中国强盛起来要报复，那就真不得了，啊，所以我告诉这些外国人，中国人统一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也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什么呢？是唐太宗的群书治要。统一全世界，啊，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来统一，啊，那么最近这3年，我们也想抛上一个气球，看看风向，啊，这3年的时候，我都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那么这个我是从2003年参加的，啊，有10多次，所以很多国家的大使代表。都很熟，啊，那么我把这个唐太宗的这个群书治要翻成英语，啊，英文本，我们在和平大会里面分发给每个国家的大使以及他的代表，啊，教科文组织一共有195个的单位，啊，分发给他们，人人欢喜。没有一个反对的，啊，这什么？这叫风向啊，证明
中国传统文化会带给全世界的人幸福和谐，这是大家迫切需要的，找不到的啊！就汤恩明说，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孔孟学说是什么？啊，跟外国人老在这话越简单越好。啊，我提出四个字：孔孟学说，仁义忠恕。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就这四个字就能救天下。大乘佛法，我也用四个字：真诚慈悲。啊，这是外国人提出的时候，我给大家用四个字来做解释，啊，大家都需要。啊，那么这些，这个小册子，在联合国流通了三年，很多国家领导人看到。啊，我在马来西亚，老朋友，他们的老首相马哈迪长老，啊，他大我两岁。身体还不错，他拿到这本书告诉我，这是真实的智慧，你看几千年的人留下来的东西现在管用。我接了一句话，我说几千年之后他还管用啊，他很感慨说，我看到太迟了，如果早些年看到啊，我在位的时候我读这个书，我就会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啊，那么这个小册子，我是在过年期间有同修到美国去，我让他们带两本送给小布什，这以前总统，这些老朋友。啊，他回了我一封信，很感谢，啊，很非常感激，回我一封信。他正在读，啊，也是太晚了。如果在做总统的时候，这个书出现了，他也会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啊，这个风向好，啊，非常之好，啊，所以中国统一，全世界大家放心，是文化统一，啊，就是我们希望，因为这种文字有它的。有点啊，古时候的证明就是佛经啊，你看大乘经典几乎全部传到中国来了，那么到中国，中国人把它翻译成汉文汉字，翻成汉字就可以流传千年万世不会改变。梵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欧洲的学者告诉我们，大概的寿命是200年到300年，语言变了，文字看不懂了啊！你要欧洲许许多多人，莎士比亚的作品现在看不懂啊，那要翻成，专家翻成现代的文字，他看懂。那过200-300年再翻个，翻几次就不像样子了，不像话了啊！中国文字有这个好处，所以现在欧洲也兴起。汉学日啊，我是去年年初听说英国政府下令全国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中文，我听到这个信息啊，所以去年联合国的活动完了之后我就到英国去看看啊，了解这个状况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人问英国教育部，你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很老实，说真话。他说，在未来的10年之后，啊，世界的语言是中文，不是英语。中文取代了英语，我们现在也迎头赶上，啊，非常难得。啊，我了解这个状况，所以我顺便告诉英国人，中国的好东西是文言文。所以希望他们着重古汉语的学习。啊，早年我们在台湾，啊，我这个年龄，
那个时候还有不少好的教授，啊，大家在一起聊天，都担心怕文化中断，这断了怎么得了？啊，那人类的光明就没有了，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那么怎么救法？那个时候台湾只有一套，或四库会要，啊，也只有一套四库全书，在过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我们都去看过，啊，大家都想如何能够把它保存下去，不要再失传，啊，分量太大了，印成本太高了，但是毕竟还是印出来了，啊，所以商务印书馆印全书，我给他买了112套，世界书局印会要，四库会要，我给他买了330套，啊，花了差不多1500万美金，啊，买了干什么呢？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整个世界有灾难，总会留几部下来，不可能完全丢掉。我这个用意在此地，啊，东西可以保存了，没有问题了。现在现实摆在面前，谁去读？如果没有人去读，那将来变成废纸一堆，也会中断，啊，所以我就心想，我要搞个古汉语的学校，啊，汉学院，搞个汉学院，啊，希望搞汉学院，目的干什么？目的就是培养一批年轻人，有能力读四库全书，啊，将来的时候，他们能够把四库全书好的东西、精华的东西，啊，像唐太宗一样揭露出来，做这个群书之要续篇，由唐太宗编的，是从三皇五帝到近代，隋唐元明清就没有收入了，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啊，做成续篇，那这一套群书之要就是四库全书精华篇的精华篇，只要你读这个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自然然圆满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想找老师，找文字学的老师，到哪去找？现在大陆找不到，台湾还有机会，啊！所以我去年回到台湾来，就想找老师，啊！我们想搞一个汉学院，啊，古汉学，古汉语，目的很单纯，就是找个30到50个学生，有能力读四库全书。读四库会要，啊，他们将来学成之后，啊，学校这大学聘请为终身教授，就是出路就没问题了，啊，汉学院终身教授，啊，把群书之要的后半部，这5个朝代从隋到现代，啊，把它补进去，啊，这就是这个功德无量啊。非常有意义，比干什么都有意义，啊，所以我想搞这些东西，啊，这个就是真正的把金钥匙要打出来，要留给后人，千万不能把钥匙丢掉了，那我们就对不起祖宗，啊，对不起现在这一些，哎，年轻的学者，我只说到此地，谢谢大家啊，谢谢老和尚开示。以及这个老和尚在全球啊推动中华文化的那个贡献呢，啊，我们有目共睹。我们接着要谈说这个，我们刚刚谈到说文言文是文化的载体哦。我去大陆是简体字嘛，然后他们有些人跟我说，那我们简体字比你们有优势。我说什么优势？他说我们可以学的比较少，啊，不要学那么多。我说你知道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文学家跟诗人啊，苏轼啊。他写过《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他有非常很多哲学思维。那个大陆朋友跟我说：“你跟我讲这个干嘛？”我说：“你知不知道，他以前有很多想法表达不出来。他看完庄子的书以后，他说：‘吾昔有感，我以前啊，昔日有感觉，口未能言，讲不出来。今见世书啊，得吾心矣。’所以他就是因为
有文字能够看到庄子，懂文字看到庄子才能够得到庄子的哲学跟智慧。我讲到这里，那大陆的朋友说糟糕，那我的字简体字很多看不懂古文。我说赶快去学祖先的智慧在那边，结果你的文字不通，就等于怎么样，没有办法去学习他的智慧。所以我们现在要请新辉教授帮我们讲讲这个表意文字的重要，以及这个文字学啊，汉字之美。中国的文字是世界上唯一象形字流传下来而加以开发的一个文字，所以它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文字。而这个优美的文字有它的本身的学术性。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男人的男上面是一个田，底下是一个力，他的意思就是成年人。他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解释为成年人呢？因为田上面的那个田字，它就是一个象形字，就像农田的样子。中间的这个石是田间的小路，而底下那个字是力，这个力啊是人的经，人的经脉，有它的主脉，有它的支脉，一定是非常用力的时候才能够显现出来。因此当这两个字汇在一起，就能够汇出努力耕田的男子，这个才是什么一个男人。那么这个形式形成了之后，你不管从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它的基本的意义是没有改变。我们再看一个字，就是看见的见字。看见的见字啊，上面是个木，底下是一个人。这个木你给它横过来看，就是人的眼睛。底下这个人上面加一个目，就非常清楚，可以绘出看见的意思。而这个看见它的基本上是直接看见，直接看见，它的意思是非常的明确。我们再来看一个步字，这个步行的步字，它是由一个止，停止的止，跟底下的一个踏字构成。这个停止的止就是一个人的左脚掌，底下这个踏字是一个人的右脚掌。这两个字它合在一起，以上下并行排列，非常清楚，可以看出是前后相随行走的意思。古字少，因此它的单词多，后人慢慢再从这个字开发出来，就可以有步行、步走、步趋的意思。我们再来看一个学习的习字，但是学习的习字，它上面是个羽毛的羽字，底下应该是个日字。这个羽毛的羽在这个地方代表飞行，鸟的飞行，底下这个日字代表每天的意思，是每天飞行，天天飞行，也就是产生学习的习的意义。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字它是形音意三者是结合的。接着我们来看，有一个字大小的大，这个字是非常难造的。为什么？因为它抽象，它的观念抽象。可是我们的老祖宗非常聪明，认为在人世间最了不起的、最珍贵的是人，于是他底下就用一个人字来表现，而这个人是一个大字，这个大字本身就是个人字，它上面是他的头，
两侧是他的手背，底下这两条两个是代表他的腿，顶天立地站在那边，那是多么的了不起，跟侧面的人字有所区别，因此这个字就能够绘出大的意思。所以中国的文字它有它的学术性，同时中国的文字也有它的艺术性，它是以方块文字表现，亦有一定的空间之内呈现一个的字形，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它可以展现它的优美的书法的艺术。谢谢。谢谢蔡教授，我们也上了一课，不是我们观众也上了一课，各位再回去看南啊，看到剑感觉会完全不一样。对，那再来就是要请这个老和尚一直在强调的群书治要啊，他阅读他的产生的影响力、哦、包括文言文啊，如何在文化传承跟现代性的创新里面如何去交融激荡，我们请董教授。刚刚老和尚为我们开示的时候提到了《群书治要》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是在唐太宗贞观初年的时候下令由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大臣共同编撰而成的。那么这本书呢，它是一个套书，它取了很多的经书、史书、诸子百家之书，把其中的精华呢提炼出来。经书像儒家的《诗书易礼春秋》，史书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等。诸子百家之书像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等等。那么总共收集了这些经史百家之书有65部，合起来有50多万个字。那么时代呢，刚刚老和尚也跟我们开示过，是从武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晋朝。那么这一套书编完之后，唐太宗就拿来作为施政的参考。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形成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这套书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知道后来到了宋朝的时候，司马光编了一套《资治通鉴》，所以《群书治要》其实就是唐代的《资治通鉴》。那我们人跟其他的动物呢，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人呢有文字，有了文字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突破空间、时间的限制，把前人的生活经验记录下来。那么记录下来的这些内容经过历代的淘炼，最后保留在我们今天就称为经典。所以经典呢，可以说是先人智慧的结晶。群书治要是把众多的经典中的精华再把它浓缩而成，所以我们可以说群书治要是经典中的经典，很值得我们去珍惜重视。那么群书治要的内容，刚刚老和尚为我们开示的时候也提到，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所有的道理都具备了。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就自己所需去取得我们可以作为参考的凭借，从个人的独善其身一直到退而广之的
兼善天下，都可以从这里面取得一些教训。当然了，《群书治要》是在唐朝的时候编纂完成的。那么唐朝距离我们今天有1000多年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一套书呢，是由文言文写成的。现代人当然阅读文言文可能有它某种的困难度，不过好在现在《群书治要》呢有很多的注解本、翻译本，那么甚至于啊以类编纂的系统的本子，所以当然我们最好是能够直接的来读文言文。因为文言文有它的好处，就是它的文字啊比较精炼，结构啊比较谨严，而且唐代编的书，宋代人看得懂，宋代人看得懂，元、明、清，以至于我们现代人都看得懂。当然，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汲取《群书治要》的内容，所以我们不妨先从注释本、翻译本或类编本入手，那么来修心养性，进而人民爱物，来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万物的共生共荣。当然我们可以由此进一步来阅读原典，也就是文言文写成的群书治要。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培养文言文阅读的能力，那么对我们传统的众多的经典，我们都有能力从中吸取养分，对我们会起了很大的帮助。谢谢。谢谢董教授，我感触最深了。我的学生有时候看那个英文的翻译本来问我，我说这个翻译错了，翻译不见得会完全翻到那个味道。所以为什么我要背那么多古文，就是你懂那些文字的内涵之后，你直接去看那个文章，那感触是不会不一样的。那我们接着呢，下一个主题是要谈传统文化的精髓啊，上善若水，厚德载物。那我们要请陈奕兴教授来谈上善若水，来谈四性教育。谢谢主持人。上善若水，这是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哦、也就是最高的善、啊、像水一样。那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精义。第一，就是水善利万物；第二，水不争；第三，水表现的七种的智慧。哪七种呢？居善地，心善焉，语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就以居善地，水往地下流，他能够展现他善于选择最适合的所在，最适合的流向，这样的一个特性。那其他我就不一一的叙说。那么刚才提到的上善若水的三方面的精义呢，我想跟我们现在正在推行的四性教育做一个结合的一个说明。水善利万物，水呢对万物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它没有高低之别，无好恶之分。所以谈到教育，归结到教育呢，教育最重要的本质呢，也应该是成就每个孩子。就如刚才我们吴教授、吴署长提到的，所以四性教育的本质呢，就是要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好好的受到师道，就是有师道的老师，好好的来辅导他，来栽培他。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四性教育的本质，就跟水善利万物这种本质是一致的。第二，水不争。四性教育的一个核心呢、是在四性发展。
随着孩子的兴趣、性向、能力，他能够展现出最好的适性选择这样的一个决断力。所以我们的亲师生啊，应该协助我们的孩子能够不再斤斤计较考试分数，不再斤斤计较学校排名，也不再斤斤计较是理科文科，理科文科一样的对社会有贡献。所以这是不争这样的一个第二个特性了，刚好跟适性教育的核心是扣紧的，是结合的，是契应的。第三呢，刚才提到水的七个特别表现的智慧，尤其是他善于选择他应该选择的地方，这也就是适性的标的，适性教育的标的。标的在哪里？适性扬才。所以水的七种的一个特性呢，事实上表现的刚好跟我们人类多元的智慧呢是一致的。所以适性教育的一个标的呢，在这个地方跟上善若水水的这种特性呢，又能够相互的映照，相互的对应。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教育之道呢，应该在成就每个孩子，应该让孩子能够适性的发展，然后最后在我们各方面的一个适性辅导之下呢，提供有关的一个好的环境，让他能够适性扬才，为社会为人类提供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提到的独善其身、兼善天下以及自利利他这样的一个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做一个讨论。我觉得独善其身跟兼善天下呢，是我们儒门的世风，是儒家的人生境界的一个表述。至于自利利他呢，这是佛家的修行的境界，大圣精神的一个展现。同样的，都非常的重视现世的人生，不过在儒家，从独善其身到兼善天下这样的一个修身的功夫，到人生理想的实践呢，事实上它有时间的一个先后。不过佛家的一个自利利他呢，它在自利利他的过程呢，事实上是自他不二，自度之所以度人，度人之所以自度，所以它是同时间完成这样的一个大圣精神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境界。以上呢，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陈教授。陈教授提到这个《道德经》啊，这个就让我们想到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实人跟自然是一体的。那庄子也谈过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为一啊。其实我们刚提到说，亲亲和人民，人民和爱物啊，那个爱有三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不要浪费，好好的珍惜它。这个物品，第二个是把这个物品做最好的发挥，第三个层次是爱物就等于爱己，因为我们天地是一体的嘛，所以有这个观念之后，你就可以会慢慢了解说，人跟地球是一体的，你滥砍的树木，土石流就来了，你乱抽地下水啊，来做养殖，得到少数人的利益，地层就下陷，海水就倒灌了，我们这个不小心二氧化碳排放过多，臭氧层过大。地球就暖化，暖化以后会破坏地球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我们既有的传统文化知道说，我们要跟地球共生，哦，爱物就是爱自己。像龚自珍提到的，他写的杂诗啊，浩道离愁白日斜，银边一指是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哦，这个如果我们看。从传统文化里面得到更多的这种感受到我们的包容心，我们的关怀心会扩及到所有的物种跟所有的万物，我想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再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我们了解了传统文化，但是如果没有去实践是空的，没有实践的理想是空想，没有达成的梦想是幻想。所以我们接着要来谈这个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最重要的知行合一跟解行并重。那我们来请蔡教授。有关于
中国的学问千言万语还是要付之于行。我们有所谓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只是一个知的功夫的累积。至于说他要发挥他的实用实质的价值，还是要付之于行。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非常强调经师于人师。经师我们一个看法，就是说他的知识学问很好，能够传授给他的学生，能够产生很大的作用，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老师。其实这个是停留一个知的层面上，紧接着最重要的更高的一个层次，就是以付之于行，用自己的良好的德性跟行为来给予学生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不过在这个地方我要稍微提出我的个人的意见，但是你要做个人师，必须他自己本身也是个经师，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落实。所以经师跟人师应该是有他的一个层次，而且是必须是合一的，否则你没有办法产生这么大的感召力。其次我要谈了，就是说中国的学问没有不是以行为最后的一个终结。孔子就讲过要行有余力止于学问嘛。你学问是什么？学问是学了以后要付之于行的。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君子欲纳于言而明于行，也就是说你要说的要说，但是不要说的太多，你说必须要能够做得到你才能够去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知道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一切知识的累积以及道德的修养都要付之于行，然后才能够落实。这个是我提的一个很大的看法，谢谢。谢谢，再来请董教授。讲到知跟行的关系了，我们当然会想到我们古代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王阳明。王阳明啊，曾经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说。王阳明是明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他不仅在思想上有很大的建树，他在军事上也有很好的成就。他曾经平定了陈豪等多种扩乱，对安定当时的天下国家呢，功劳贡献非常的大。他可以说是文治武功兼备，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个儒者典范。王阳明呢，因为受到宦官的迫害，曾经被贬到贵州的农场驿。那么在那种困苦的环境之中呢，备受煎熬，终于受到了考验，而在他37岁的时候提出良知之说。那么他的良知之说呢，那么对良知啊有多种的阐释，其中良知啊最主要的就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那么他悟到了良知的道理之后，就拿来教导学生。可是他很快的发现这个学生呢，好像会把良知当作一个口头禅，成为空谈，也就是空书不学了。所以后来了，他在38岁了，就赶快的把良知之说呢，进一步的去修改，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说呢，
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也就是说把知跟行啊合而言之，不把它当作两回事，可以看出来他是特别重视行的功夫。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如果能够真正的去行的话，就可以让良知发挥他分别善恶是非的能力，最后进一步去做为善去恶的功夫。这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解行并重的道理，在了解之后还更进一步的要去实践，是一贯相通的。谢谢。谢谢董教授。从人之初性本善，到充分去了解中华文化，再努力的去实践它，就会开创出新的中华文艺复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在我们恭请老和尚开始。题目已经非常清楚，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使命啊，我觉得这是非常伟大了不起的一桩大事业啊，就是为往圣继绝学啊。现在让我们担心的，我们如果不做，10年之后啊，现在这些老师都70以上了，通通走了，以后想做也做不到了，关键就在这个10年，所以这个10年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千万不能够疏忽啊。那么典籍保存，我觉得没有问题，这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做到。最先最重要是人才如何培养啊，我要找这些年轻人，要让他们发愿，发什么愿？救中国传统文化啊，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我要干这种事情啊。更要是要学孔老夫子，那是我们人生的榜样啊。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财富，我们一生想到我就做一个小学老师啊，我要把文字学学好，把伦理道德学好啊，把中国传统过去四书里面所教学的这些课程，所谓百家姓三千字文这一类东西啊，弟子规则把这个学好，完全落实到生活，一生过得快快乐乐，能吃饱能穿暖就够了，其他的享受统统不要，牺牲自己成就下一代，这个使命很大啊。真正发这个心，我说我会帮助你，你的生活我照顾啊，将来如果有汉学院的时候，读汉学院的时候，这个学费我可以供养你啊，只希望你的时候发大心，救中国传统文化，救全世界人类的文明啊，我们可以能做得到啊。现在有这些，还有这些老师啊，我们非常尊敬，希望这些老师啊不劳不辞辛苦，把这个所学的传下去啊，世世代代都有人来继承啊。我们希望30年之后，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变成全世界共同的语言文字啊，我们做到全球这个书同文啊，这个是人类的真正幸福的泉源啊，让每个人都来学习啊。现在我们这个试验，这个试探啊，确实看到从国家领导人啊，到一般各行各业的这些领导，对于群书之要都升起了信心啊，用群书之要来齐家，来治国，来安定社会啊，来稳定世界，
永久的和平。啊，这个功德大，这一生牺牲值得。我们学佛相信三世因果，来生你的福报超人一等，没有人能跟你相比。这一生不享福受苦，来生去享福，福太大了，世间没有，到天上享福，啊，去做天王，啊，这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对这个非常有信心，啊，我们会全心全力照顾这些人，帮助这些人，成就这些人。我说的话就到此，谢谢大家啊！谢谢老和尚的开始，这听得非常感动，牺牲生命也要维护这个传统文化。其实老和尚刚刚提到的 成就有心要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其实在这个成就的过程，每个人学会了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成就了自己。对，我记得我在当北加大校长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美国的这个华语学院的院长来找我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他跟我说啊，过去几十年了，我们美国人只要 carry a bag， 拿个背包啊 ，travel over the world， 全世界去旅游啊，都可以过日子，靠英语，他教英语就可以过日子啦。他后来跟我说。Is it possible? This language became Mandarin. 有没有可能这个语言呢、啊、变成中文？对，我说当然可能。他跟我说多快？我说很快。那语言只是光语言就可以谋生过日子哦。可是我刚刚提过，中华文化的深水广度深度，不是欧洲文化所能比拟的。那如果说我们把语言学会了，又能够深化文化，那不得了。像我经常用这个我背的文章啊，在我的周遭使用上，像我的学生呢、啊，他要出国，他说哎担心出国以后不知道怎么样。我说男儿立志出乡关，事若不成事不还，花事不回来，埋骨何须伤子弟，人间到处有青山。那学生听完了以后走了。那像我们这个。陈一新教授，他以前在朝为官的时候，曾经受过委屈。委屈的时候讲太多都没用，我就送给他一壶扁，你知道，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身四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留得清白在人间。所以其实，在中文里面有非常多可以让我们很感动的，像我们学校有一个。会啊，是我退休的同仁组成的会，叫做长青会，就万年长青，一直在关心我们学校。那我当校长的时候要去致辞，里面有非常多的诗人。那我去致辞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你是电脑博士啊，你就简单的致辞一下嘛。”那我跟他说：“我用这个长青会啊，我帮你写了个对联。”他说：“你还可以写对联啊？”我说我受过那个老和尚开示过，要多学习传统文化，因为这长青会我们学校已经叫北师嘛，他们在北师很久了。我上联跟他写说北师几番春梦，啊不错了。下联呢说长青多少奇才，他们就很感动，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可以讲出来？我说我借用了传统文化里面朱敦儒的《西江月》，日日生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历史的事，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需计较更安排，领取而今安在？我把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借过来用，所以很多人跟我在一起相处说，你怎么可能结婚致辞也好，包括告别式，都可以信手拈来？我说这就是中华文化，而且有时候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感触非常多。我像我们一个工友要退休。他很传奇，当过董事长，破产了以后到我们学校当工友，退休的时候叫我去支持。那两桌嘛要吃饭的，那个带队的就跟我说：“校长可不可以讲短一点？”我说：“为什么？”他说：“上次来支持的长官讲了一个小时。”我说：“我把它写成一个对联。”我说：“讲话不是
我要讲话，字词是对方的感觉，我把他的人生写成对联，什么对？他也喜欢喝茶，也喜欢喝酒。我上联讲一杯茶品人生浮沉，因为他人生起起伏伏嘛。啊，下联是一壶酒忘人间是非。那他们就问我说：“那横批呢？”我说：“横批这首歌你们都会唱啊，潇洒走一回。”所以我一直我懂的只是中华文化里面的非常的皮毛，所以为什么后来我要去背易经？易经里面有非常多的词，我学了以后觉得说，哎，这用词原来在远古时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观念，所以我真的可以深深感受到说，文字真的划破了万古的黑暗，让我们的不同世代人的心灵可以沟通。那我也非常感谢老和尚，老和尚长期以来听他的经啊，学习他的各方面的道理啊，也再度的启发了我。像蔡教授让我想到，我每年都要学一些新的东西，我开始学汉字。汉字学，哦，那董教授让我想到说，我要看一下《群诗治要》，哦，那我跟两位学，这个千锤百炼出深山，那我们一起为传统文化而努力，在老和尚的领导之下，谢谢各位收看。